好，我们来化简呢这个级数啦。这个级数的话，你看哈、哦，这个分子哈、哦、是成一个等差，这个都差二。啊，底下的话呢是成等比，那也就是说，我把这个数列哈、哦，我把它乘以呢二分之一的时候哈、哦，这个就退到这里来，就变成二分之一。啊，这个是差三了，啊，这把它乘以二分之一就退到这里来。这是二的平方是三，这样一减的话也是呢差二，所以你减下来的话会成一个呢等比那个级数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哈、哦、把这个、哦、把它乘一个乘以二分之一，我令这个叫 s 好了，二分之 s 哈、哦、等于多少呢？我把它乘以二分之一的话哦，就变成这个，啊，再把它乘以二分之一哈、哦，这二的平方根是三。这个都差二，三减一是二，五减三是二，加多少呢？二的三次方分之五啦，哦，再把它乘以二分之一，变成这个，大家知道吧？这也会差二，二的 n 减一哈，这是二 n 减掉三啦，哦，这一减也是差二，然后把这一项再乘以二分之一嘛，就二的 n 次方。分之 2n 减一啊，然后我把它减下来，哦，因为这一项是 s，哦，这一项是 s，我把它减下来，减下来以后，这个是等于二分之一 s，等于多少呢？减下来就是一，那就多少？这减下来的话都是差二嘛，三减一是二嘛，所以有个二可以抽出来，就。二分之一加上多少呢？二的平方根是二，哦，就二的平方根是五减二的平方根是三嘛，一减的话就二的平方根是二，再加多少呢？二的呢三次方根是二，哦，不过刚刚我已经把二抽出去了，不过不用把它抽出去也可以啊，我就什么呢？反正的话呢。一减起来是二嘛，所以第一项是一呀。我再把二再把它乘进去，第一项的话呢，一减的话是一，二分之二嘛，加上二平方之二，就是啊，就是那个二分之一，加上多少呢？二的三分之二，就是二的平方之一呀，一直加，加多少？这一减是二的 n 减一次方分之二。就等于多少呢？二的 n 减掉二次方分之一啊！我本来是二的 n 减一次方分之二嘛，上面上下约掉二的话，就变成二的 n 减二次方分之一。它再减掉多少呢？二的 n 次方分之二 n 减一啊。好，那这个哈是一个等比级数，它总共有多少呢？总共有这个 n 减一项，哦。因为这是，这可以把它看成二的零次方嘛，从零到 n 减二的话，总共 n 减一项，所以这是一减掉公比是二分之一嘛，二分之哈，首项是一，它乘以到一减掉呢，公比二分之一，它的次数方是项数，总共 n 减一项，好，那这样子以后哈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这是二分之一啊，这个除以二分之一，这两倍的多少？一减掉呢，二分之一的 n 减一次方。那这个的话哈，把它给乘进去，这二减掉多少呢？这是二的 n，二的多少？负 n 哈，负 n 加一啊，它再乘以二的话哈，变成是加二。哦，变成二的哈，负 n 加二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算出来以后的话哈，我前面加一，就变成三哈，减掉二的负 n 加二，啊，再减掉多少呢？二的 n 次方分之二 n 减一啊，然后两边给它乘以二，两边给它乘以二就得到 s，等于六哈，它再减掉多少呢？二的
负 n 加3呢，它再减到多少？再乘以2的话，这变成什么？2的 n 减1分之多少？ 2n 减1啊。哦，这个就是答案。那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哦，当你 n 等1的时候，这 s 1等于6减掉多少？这是1的话，那就是3减1 2嘛，2的平方是4啊。再减掉多少？这是1的话，是2的零次方是1，这是1嘛，这减1啊， 1，所以只有一项。那你 n 的话给它带2看看， n 给它带2的话是这两项加起来。哦， n 给它带2。S2 哦等于多少呢？是6减掉多少？带2。哦， 3减2的话是那个1嘛， 2 的一次方是2。减掉多少呢？ 2 的多少？ 2 减1是1一次方嘛。这带2。4减1是3。所以这是4减掉二分之三，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八哦，八减三是五，二分之五了。那你前面两项把它加起来，看是不是二分之五？没错了，这是二分之二嘛，两项加起来二分之五，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。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。哦，这个就最后的答案。哦，就六减掉二的负 n 加三次方。减掉2的 n 减1次方分之2 n 减1。